西雅图有美丽的山脉、森林和河流，但在每一场暴雨中，下在我们的屋顶、车道和道路上的雨水都会把污染物带入附近的小溪、湖泊和普吉特湾。在大暴雨期间，大量的雨水会导致下水道污水溢出和洪水，这对人类和海洋生物的健康产生了负面的影响。那么我们该怎么办？有一个解决办法是安装水缸和雨花园，这些位于家庭、企业、公寓和社区中心的设施可以将雨水分散到地下或收集起来供以后使用。设施能够减少污染，帮助人们为他们的花园节约用水，保护我们的社区和水道。你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 rainwise.seattle.gov 了解你是否有资格获得。